今年75了。那您像您这么大岁数，想什么时候退休呢？就是做这个。我想去奉献。就干不了的就不干了，不存在退休。看到吗？这所有的客户都是新人。那你每天都自己去菜场买？所以我上街。我亲自上街买。就是都，我看您就是做菜、洗菜，每个环节都自己。我都自己干。我都会干。我今天还请你吃饭呢啊！吃了没？我给你做个大鱼啊。好的，兄弟啊，这么好。兄弟嘞，我请你了，哪里？我好，你就。他们注意了。我的小那个小桌接的好了嘞。有很多是出门的，他好，他带回家，他没有回去来。那走。把他菜完卖出去了。把那个的。哎。上面吃。姐姐，你要搞好你不着急的。你觉得他们家那个味道怎么样？很不错，是这里最好的一家应该。这么旺，好多年呢，蛮出名的，因为都在这排队嘛，是不是？年轻人都喜欢在这儿，年轻人喜欢在这儿。我今年25年，25年，我50岁退休。哦，您是退休了才开始做这个菜的？我还拿3000块钱的工资，就觉得在社会上应该有风险。我也带了很多同仁做事，他们跟我都有很多年了。你的猪尾巴怎么卖的呀？35块钱。30块钱。我们是讲小盘，30块钱一盘。我是上班人员，我喜欢干家的活，自己要想怎么把菜弄好，怎么能能够吃。我们最好的有鸡，有猪尾巴，又好。我们以前这个生的就将近2000多块钱。那你每天都自己去菜场买？所以我上街，你自己不买，别我送的，那有时不放心的，待会别我吃，要吃的安全。看那个特别特别忙啊，就是晚上的时候就门口都全部坐满了。坐满。我每天都是跟这样。每天都是这样。25年就跟这样。我们基本上现在忙的要到4个点才收摊。那你每天晚上睡觉不都到凌晨了是吧？那一基本上到凌晨。我还要干早饭的，4点钟就开门了。半边旗子。要买炒两个是不是得起？你少点是得起。你啦。来。那我少点是少干点一碗。不等了。你看你们吃吗？人他这个比较有特色，不按斤卖的，都论份嘛。每天要做多少斤卤菜呀？大概量有多少？我们要做28只鸡。你看，今天我鸡翅放得很进去呀。哎呦，师傅，弄好了。把给他切。来拿来吃。这个贺大妈的花饭卤菜馆真的是名不虚传，真的是人超级超级多。然后我们真的是在这里等了有1个小时，然后现在终于轮到我们的菜上了，就是按照先后的顺序来，先后的顺序，就生意相当的火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点的，请坐下。好的好的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叫螃。就是你刚才说的鲤鱼撞龙。
哦，猪旁，猪蹄旁，就叫猪旁，就是猪的脚是吗？脚跟。猪哪个地方？哎，脚高头。脚高头。呵呵，好。我给他俩我来尝一下这个猪旁，就这个肥瘦结合的这个。香辣型的，是吧？蛮好吃的。你喝点，喝点。这个是我们湖北的金龙泉的这个酒啊，是这种杯子的，也是他们家特色，非常冰镇的，来这里夏天喝一点酒，吃点卤菜，非常惬意。哇，这是辣椒哈、啊！哎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可不可以？这个好像就你们别都有吗？这个都有啊，都有。啊、都有也是多少钱一瓶？这个20块钱。20块钱啊？怎么个口味？蛮好喝的这个，可以可以，来来来，你不喝我喝点小酒。嗯。里面很辛苦啊。我们吃一下这个猪尾巴，猪尾巴是那个婆婆家卖最好的。本来想买那个鸡蛋，要提前预定，就只有一天，只有限量28到30只左右。就每天20多只啊？对。来晚了就没有了。来晚就没得了。嗯。嗯，就是有点吃饱了。我发现刀羊非常喜欢吃猪尾巴，就那个。锅场鸡也是鸭掌炖猪尾，然后这个卤菜也是猪尾吧。我夏天喝点这个啤酒真的蛮爽了，尝点辣椒来。干杯！我的刀羊之行马上就要结束了。哎，做完了就发给你。哎，你上过？你不是说人吗？就您不想让他们干这行是吗？太累了是吗？他们干不好。干不好。年轻干不好的。好的，那您像这个有人来找你学，你教不教？教。教也教，也有带着学的回家。哦。也有自己出去干。对。这不能固执，不能自己一个人想做生意想发财。哦。这样的来学我就教。好的好的，行。要有个良心。对对对对对。对不对？好。可以。好的吧。好的好的，说的非常好。谢谢。